好了，可以了。谢谢红姐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加油。明哥，我在瞎紧张个什么呀？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准备好了，一定要好好演，千万不能搞砸了。好，各部门就位。第一幕第一次 ，Action！ 要买什么吗？停！他就是个普通顾客，你紧张什么？再来一次。要买什么吗？太僵硬了，再来。要买什么？不对，再来。别紧张，别想昨晚的事，别给人家添麻烦。不好意思，何导，我想再试一次。第一幕第五次 CG Action。 要买什么吗？给我拿包烟吧。要什么烟啊？随便。哦，听说你们这儿有房子出租。你要租房？那我去问问我妈。这段不行，再来一遍。可是何导，这已经是第五次了。你在演，可你又做不到没有演的痕迹。抱歉。明哥。何导，先休息一下吧。嗯。我叫助理去买的。喝点吧。明哥。不用钱了。给。明哥，你先坐下来吧。是我让你紧张了。